天吃两餐，两颗茶叶蛋配一碗沙拉，淀粉完全不吃，然后不喝含糖饮料。很厉害，我想后世装，后世装，看就无效的后世装，后世装什么？我努力。就是淀粉完全不吃，然后一天吃两餐，两餐的内容大概真的就是两颗茶叶蛋配一碗沙拉，然后真的好想好想，真的好想好想吃东西的时候，或者很想吃甜，因为我其实是甜食爱好者，所以很想吃我就会吃几个水果，然后水果就会切成小块，然后每天就珍惜的吃，一天吃个两三个这样子，然后中间的话就尽量都不要进食，然后不喝含糖。到时候我觉得可能可以跟大家展现一下，现在今天有正面的部分嘛，我觉得侧面跟背面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全，我希望展出一个360度全方位的感觉。因为我本来就有在健身嘛，那可能就会跟教练讨论一下，看有没有办法也做一些全方位的展现。但我觉得蛮难的啦，就男生要怎样露背嘛，就360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想后装，后就无效的装，后世装，我头透视装是吗？可以过一个。他这个，我努力，还没想到那个层面。但他会好好教我。我爸有发200多个那个群组，就各种什么会啊、同学会啊什么，就是全感觉全台湾认识他的人，或者全世界认识他的人。都知道这件事情，到处讲。他就是一个很乐于分享的人，棒啊！觉得我有一些成绩嘛，他也不会担心，也不会慌，所以我每次有一些什么作品的时候，我都会传给他。那我觉得，尤其这一次要主持，我觉得我听我妈说，她是蛮开心的。